唔係因為我中意工作，因為我覺得我做嘅嘢係我中意，好緊要咯，我覺得呢樣嘢。成日嚟大坑因為屋企其實喺附近啦，咁因為屋企就好中意食港式嘅茶餐廳。而家都係佢反應去，我繼續係我繼續。其實做教練咧，係成日都係一個人食飯，因為成日去唔同地方去睇比賽啊，睇訓練啊，咁同埋食飯嘅時候其實好團。讀中學的階段，其實我玩四個運動嘅，即係足球啦，定啦，咁我自己擅長嘅網球啦，咁其實田徑我都係其中一個項目嚟嘅，咁同埋打籃球。我哋元朗嘅 physio 啊，即係我好中意希望我自己嘅所長可以幫到學校，所以學校嗌我俾幾多，即係要我踢幾多個校隊，我都盡量幫咯。元朗 fans 嚟噶。啊，好嘢。咁一班幾人啊？廿幾啊？三幾？呢個係我哋嘅守門員，華人嘅守門員係啦。呢個係都係踢波打 rugby 啊，同埋我喺香港隊就成日係強調，你一個香港人，你要回饋翻我哋出生嘅地方。其實一樣呢個地方俾到我好多，學到好多，令即係我成為今日嘅我自己。我覺得我之前好多例如中小學啊、大學啊，其實俾到我好多咁，所以出到去嘅時候學到啦，覺得有用去回饋翻俾佢哋。呢個係我嘅 belief。你點解唔睇啊？我班助教都講，如果你做一個教練，你做每一樣嘢你都係為成績咧，係好痛苦一件事。你如果你做每一樣嘢係為咗訓練嘅質素提升，為咗球員嗰、那個個投入感，同埋係為將來嘅咧，嗰啲成績係會自然。咁我成世人，我雖然冇收過職業波糧，但係我可以講話我係為緊香港嘅足球做緊好多嘢。咁我希望佢哋都有呢個心態先。問一下自己可以俾到幾多呢個地方？你做唔做到一件事？你要嘗試去做，多啲人去做同一樣嘢嘅時候，呢個地方嘅足球自然會好。一齊去為呢個地方做多啲嘢，由一個變十個，十個變一百變一千。但係如果少咗一個，唔會有第十個，唔會有第一百個。呢個係我嘅深信嘅一樣嘢。